由内涵社赞助播出，不走寻常路，淘上穿内裤。各位小伙伴们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内涵播报，我是萌萌大美少女主持人呵呵，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平台搜索内涵社，下载我们的 APP， 更多好玩图片等你来戳。追寻新技能，问如何让偶像一秒记住你。欧巴笑得简直停不下来，当幸福来得太突然，这份喜悦我该向谁表达？哦，对不起，我抱错人了。遇上一辆匪夷所思的车，和估计是有蛇精病的车主，密集恐惧症的我看得快炸裂。阴天别动不动自拍，丑到老天爷就不好了，活该装逼遭雷劈。当影子变成劫匪的那一刻，我的心里是无比悲凉的，感觉整个世界都要被蛇精病占领了。一开始看这张图的时候我是拒绝的，后来确实是我想多了。你们城里人真会玩。又一波花式虐狗，来看看韩国超高颜值的情侣是怎样秀恩爱的吧。喂，알았어알았지장난치지마아진짜진짜진짜알았죄송합니다我们是单身狗，活得好累。外国一网友说，家里的猫忽然变了画风，经常站起来迈着猥琐的小碎步。妖兽啦，这猫扎尸了。你瞅我干哈，长肖啊。我瞅你咋地呀、啊、你再瞅像试试。瞅就瞅，比谁眼睛大啊。主音第一次给兔子喂牛奶，那家伙一副好喝要飞起来的表情，小爪子萌哭了。兔子吃草莓这几个字感觉起来明明很萌，为什么看实景跟看案发现场一样呢？看着妖艳的喉尘，爱我你怕了吗？天了噜，这是什么鬼，吓死本宝宝。一只屈服在喵星淫威底下的兔子，这哀怨的眼神是怎么回事啊？喂，别动，让我啃两口。当失物合集配上洗脑魔音，看得我浑身都疼。Hey bro, do you think you're good? Check this out. Uh-huh, this my all the girls stomp your feet like this. Uh-huh, this my all the girls stomp your feet like this. Uh-huh, this my all the girls stomp your feet like this. 好贱呀，才看了50遍我就没看了。一个警告，有腹肌的男生千万不要随意在胖子面前撩起衣服，很容易对地面造成伤害的。哦，我似乎听到了大地的颤抖。哥，你亮爆了，你那优雅的身姿成功 hold 住了全场。不好意思，飞过了。国外一位掌握百发百中神技的小哥简直不能再酷炫，这背头屌炸天啊。遇到会开叉车的男人你就嫁了吧，挖掘机什么的弱爆了好吗？兄弟带我装逼，带我飞。网友模仿高中老师，哪句勾起了你的回忆？马上就要高考了，内涵播报也祝所有高三党考试顺利。你们讲我不讲了，这是白面送分的呀，同志们。知道你找四个同学。前面老提问前面出来了，别在后边出来也表现机会。咱们大姨夫讲了，眼镜头全部背诵。我不看课本了，我给你默写下来。今天学词，可以打字。下图是我国江南丘陵某地用着弄弄好。第一题，这个 A 明显不对 ，B、C 不可选，那只能选 D 了。真不是炫呀！你说你拿出来必修一、必修二、必修三、选修一、选修二五本课，你随便挑个一本。我给你倒背上去。现在看到题问两字还好怕怕呢。这头熊从出生便和家人离散，一直独自生活在小河边上，以吃鱼为生，而且他以为自己是只青蛙。这小东子蠢萌蠢萌的，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想我母大虫也是迷倒万千少男的呀。你作为一只老虎的尊严呢？拍死你个不要脸的，
谁叫你有老婆还勾搭我？母老虎果然不是烂得虚名。天气凉了，小朋友们睡觉要记得盖好被子。这一个个的动物都成精了吗？当遇到一只心机表喵星人，王星人表示心好累。死开傻狗，你别看着。一条单身狗弹奏的钢琴曲，这绝对是有故事的哇，孩子心里苦啊。看到这么有才的同类，乌安表示惭愧。上期的话题是一句话说说你为什么还是单身，收到了小伙伴们的神回复。毕竟右手是和我血肉相连的，而你女朋友终究是外人。诶，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哦。本周的话题是说说最让你记忆深刻的一个老师。订阅有奖啦，戳海公公头像有惊喜，酷炫礼品等你来拿哦。戳这里，戳这里，快，赶紧的。